下就好啊，拍一张照就好，谢谢啊。啊删除预算啊，请删除预算。拿一半就好了，拿一半，不要遮到脸，哎，拿一半不要遮到脸就好。哎，好。删再左边一点，哎，对对对，好好好好。在后面啦、啊，要安全第一。好，谢谢。可以，对对。好，大家辛苦哈、啊，留几位帮忙铲沙哈，大家注意一下。来，二十八号交走，八号要到那个国民党中央党部了哈，大家心里就准备一下。好，那个斗笠，斗笠跟那个衣服脱下来哈，大家集体整理一下。啊，几个壮丁跟那个斗笠，帮我蹲在旁边。斗笠到那边，刚刚去那边，把那个麻布袋、那个环境评估那个事情。那你可不可以帮忙讲几句话？因为我刚刚没有到。因为立法院现在要审这个预算嘛，是是。因为他浪费我来几位壮丁帮我那个2056万铲沙南山。那我们希望立法委员来帮忙把删除这个预算，不要让政府拿了这个钱来告公委。他请了花1800多万，请了80位律师来告公委。上次不是你们绕行就已经是讲这个吗？对啊。那这次是怎样？预算已经在劳委会把预算送到立法院，立法院会通过这个。可是现在民进党的立委还有国民党有一部分立委也支持应该删除这个预算，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来这里是。请立法委员能够关注这块，然后删除这块预算。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问一下那些立法委员，哪一些人去跟他们沟通呢？刚刚那个田委员有出来，哦、他有提案说要删除。哦，这样这样 ，OK， 好，谢谢。你好。好奇宝宝看到这一幕，非常的伤心。那年上次他们已经来这立法院绕行了，现在因为这个立法院执意要编这个预算，所以这些乡亲，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年龄都是，他们不是年轻人了，都是一些比较年长的长者，在退休的时候还要受到这样的一个。还有受到这样一个状况，他们的几十年前的这个代位求偿的钱，现在政府要他们吐出来。你看，你可以看到这些人的年龄都是比较年长，对，感觉上非常的不舍。
了。